哎，爬过来了啊，爬过来了，小子，蹲下了。哎，潜下去了。哎，那三个人来。哎，不是，别慌啊，悄悄摸这边，他肯定不知道我的位置。你看，哎，老哥，你瞬啊瞬间空中跟你脑袋一响，你说这闹的？来了啊，跑过来了，怎么往这边跑？兄弟，你不救他吗？倒倒了都爬，你这。我去，好难受。好了，倒了。不是，这我蹲了半天不过，然而这 N 港的人开船跑到这边了啊，然后开了两枪气引过来，要不呀，这桥还蹲不倒人了呀。好，左边这蹲了一个，这一个，你看不能打啊，我就怕单发狙，我盯不住啊，一枪影我都归位了。来这边，四个人了呀，你不能说这一闹的没人了，后面没来人吗？没有，我看一下啊，哎，爬这儿了。爬这儿了，哎呀，你说我等半天，最后不还得交代吗？我要装备，我缺死了。这个在这儿，快过来，封烟，祸害他们啊！老哥，我要下水了，我扛不住毒，我要跑了，你们赶快冲过来压我一波，然后我坑你们一波啊，咱们就两波结束，嘿嘿，两波，在这儿啊，他不敢过来，你说这闹的，再等一下。好的，来了，来来来来来来来了，两个都来了，两个都来了，等了一分钟啊！我的天哪，来捡东西了啊！你还是不杀，来捡，我一枪、三枪、四枪，哎，你别动，我点射慢，我快一下，哎，倒了，不是这一堆人感觉俺木不拉几的，这我不知道我的位置啊，真的太惨了，这老大屁股蛋来啊救人来，好，那就结束你们了。好，结束啊！我就说着吧 ，N 港，你们不好好开车，我非要开船啊！压个毛啊！嘿嘿嘿，哎，没人了，那我们就打药走，赶快赶快，这等不及啊！跳这个圆柱上面啊，别跳那个上面，那个上面很容易被发现啊，因为来这边人都会瞅一下那个上面有没有的落人啊，决赛圈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在罗这个上面，他们一般情况下不会注意，他就注意下面也看不到啊，地方比较大啊，非常好隐藏。来车了，来了。哦，几个人？看前排都坐满人了啊！哎，后面也有人。好的，应该是个满编队。哎呀，我这又盗贼的鸭子呀！就吃的满嘴流油，你还来到最佳的死亡位置，安排了啊！躲那个角落干啥嘞，老兄？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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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，又来车啊！听车声音。再 game over 一个，哎呀，好残忍！让他们打，不着急啊，咱补咱了。看这小子，再扔一颗雷吧，怎么样？不漏啊，不漏啊，扔雷了啊，扔雷你可就没有活路了，老哥。他们没有死人啊，没有战斗消耗，打了半天不打啥，要死一个，你看看这事儿弄的，灭队了。哎，他们打死我一个人了，哎，臭小子们。看一下人在哪儿啊？估计都绕到柱子，脚步声应该都绕到柱子在走。刚才我站起来走，他们应该能听到我脚步声来。我能听到他脚步声，他们应该听到我脚步声。哎，在这儿，要干啥来？小子，扔雷来！真的发现我了，你看看，你这干的啥好事不好？哎，非要当老六？哟哎呦，你看这小子还不知道我在哪儿呢。你队友没给你爆点吗？你看你这事弄的，又有人扔东西了啊！有巴黎的声音啊！烟儿，忍耐，兄弟，你不要这样藏着不露头，看不到啊！这，我现在就要做，哎，啥情况？人机吗？快快，这拿个喷子呀，兄弟！看来是个猛男啊，猛男。远处别有人狙我啊！我要把他们先搞了再说。在烟里面又拔东西了，不知道雷还是烟。哎，等着，不着急。好，动了。哎，捡到人东西了呀！
又倒，啊、不行，枪歪不下去了，啊，歪到死角了，我操，这我不想下去，哎，不在圈了，不着急，我看在哪儿，在这儿，想除扇吗？从天而降的枪法，结果你拜拜，哈哈，哎，干臭不要脸的，我就得干一波这种无耻的事情。好的，走了，嘿、哎。哎，看到人了啊？是不是是人吗？这是人机不是？这穿一副像人机的衣服呀？哎，不对，他缩了，人机不缩，这应该是个玩家。决赛圈的呀，不可能再跑出来个人机引导的先进圈。看他打我不打我，他要不打我，他就是人机；他要打我的话，那我就完蛋了呀！不是人机，狗啥？跑过去了，我操这！稳住啊！哎，我听到有人爬，有草爬草的声音。哎，脚步声，右边，这个墙后面，别动。哎，爬过来了，不是老哥没看到我吗？你看你这老六当的都不称职，跟你说。哎呀，扔个雷试试啊！哎，管他扔炸不炸的，我先扔了再说，还能蹦不蹦？蹦哒哒，哎，没有炸死。这小子还没死嘞。你还有队友救吗？没听到脚步声啊，没人来救。死，哎，人呢？哎，在这儿。你吓我嘞，你老兄。呀，这圈你不好弄啊，往外跑不能从那边进，那边进太危险了。那个粉衣服盯着我嘞，我这过去就死。打个药，别慌，翻。哎，这个枪怎么从脑袋上飞过去了？让我进来。废墟小猛男，哎呀，我的天！控制住。不着急啊，再打个饮料。这儿千万别怕有人啊！我再出去我根本看不到。你说这不，那个得来我一梭子，我都吃。哎，有人，有脚步声。哎，不着急啊，不着急，就在前面。要不扔开雷？我在想，还是说怎么着？这他不露出来，我先。哎，有车下来了。哎，不动了。哎。哎呀，一梭子真快！下来一个，先躲，一车人，我操！先躲，跑下，这边人看不到。好的，这叫六不了，这叫老六啊！来救他，跑到墙后面了啊！小心，卡着脚。哎，不出来，救人的啊，救人的！打药，老哥哥们。你要出来摸摸我一把，我估计我扛不住啊！这波又缩，我操，好爽！不过那个我打的车打了一个人，应该被补了，人头没上，是不是？是，就是，乖乖嘞，这圈不好进的呀！这么小圈，你啪人不少，这咋整的？出不去啊！这肯定被盯死了，至少有两个人盯着我，我估计。封烟啊，封烟。这封满了啊！使劲封，再捡！哎，身上有烟没啊，兄弟？来，上烟！有雷！有烟！好！哎呀，我的天哪！你看，没办法弄啊！现在是，我的这怎么捡成这枪了，兄弟？你让我怎么刚？继续扔！马上锁圈，在锁圈之前把烟铺满，然后跑出去。一说他死都不知道什么位置啊！还有雷眼扔，管他丫的嘞！先扔一颗再说。啊，又没有了，有烟没有了，兄弟，哎，有什么东西能用？扔完啊！没有了，好的，我该出了。行，他们肯定懵了，这会儿他们处于啊绝对懵的状态，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我从这边过来。我，哎，我操，老哥，你这不是你这不按套路来了，你这。